他上承康熙，下启乾隆，是一位具有承上启下历史地位的皇帝。他中年登基，勤于政事，耗尽心力，力排众议，强施新政，罢贪官，顺民情，是一位开拓改革的皇帝。282年以来，雍正的继位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究竟是篡改遗诏窃取皇位，还是顺奉天命继承江山？千秋功罪，任后世评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引领我们一同走进有着两面性格的雍正皇帝，为您揭开雍正继位之谜。雍正呢，名胤禛，45岁登基，在位13年，享年58岁。雍正什么意思呢？就是雍亲王德位正、威君正的意思。前一个时期啊，演了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44集，每一集的片头啊，都打出一个红色的印章式的片名《雍正王朝》。很遗憾啊，那个雍字写错了。正确的雍字呢，应该是这样写，一点一横，左面一个乡村的乡简写，右面一个锥字。电视剧《雍正王朝》那个雍字呢，是一点一横，左边呢是一个丝绸的丝，繁体的写法。但是《雍正王朝》的播出，全国上下影响很大，可谓沸沸扬扬。雍正从他登位那天开始到现在，整整282年，282年始终存在着雍正继位之谜。先说雍正继位一案的前奏，这就要从头说起。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没有实行嫡长制，他实行的办法是由八大和硕贝勒共同商议推定新的继承人。努尔哈赤死后，八大和硕贝勒推定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死后，仍按照努尔哈赤的规定，由满洲贵族共同商讨，推定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顺治和孝庄皇太后改变了清太祖和清太宗皇位的继承制度，创立遗诏继位制度，指定康熙继承皇位，开了清代皇帝生前用遗诏决定皇位继承人的先例。康熙亲政之后，实行的是皇太子制，他的英明之处就在于看到了原来皇位继承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然而，让康熙没有想到的是，依照此法，皇位争夺的斗争却也变得越发激烈。康熙一共有35个儿子，有的早死了，没起名就死了，排顺序的是24位。到康熙47年，第一次废太子的时候，20岁以上的皇子有12位。所以康熙他一味的争夺，主要在这12个皇子之间进行争夺。
我把他这12个皇子争夺皇位呢，给他分作了3个集团。第一，就是皇太子集团，简称太子党。第二，皇八子集团，简称八阿哥党。第三，皇四子集团，简称四阿哥党。先说这个太子党，太子云仍实际上是康熙的第六个儿子，但是排序的时候呢排老二。他是康熙13年出生，他的妈妈康熙很宠爱，但是他妈妈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康熙非常难过。母以子死，子以母贵，康熙对这个孩子格外的关爱，特别对他进行教育。康熙14年，就云仍2岁的时候，就康熙正式册立他为皇太子。康熙执位时间比较长，到废太子的时候，皇太子已经等待了33年。皇太子周围的人，包括皇太子，急于抢班夺权，被康熙察觉了。康熙非常生气呀，下令把大学士缩图处死，意思是想削弱太子党，让太子吸取必要的教训。但是太子非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更加激烈的进行活动。到了康熙47年，康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木兰微场的布尔哈苏台行宫，召集诸大臣和诸皇子一起，康熙郑重宣布废斥皇太子。康熙说了一些话非常令人痛心的，他说皇太子啊是4句话17个字。康熙说这个太子啊不乏祖德，不遵朕训，威肆恶虐众，暴力荒淫，很严重了。康熙在当众宣布他这个谕旨的时候，史书记载说他切欲切泣，一边宣谕一边哭。宣谕完了之后，康熙扑倒在地，别人把他搀扶起来。由于他心情十分之难过，连续7天7夜不思寝食啊，不吃不睡啊。由于过于的伤心呢，康熙得了中风，右手不能写字，用左手批打奏章。康熙以为废斥了皇太子之后，诸皇子之间的矛盾可以缓和，但是恰恰相反，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反而愈加
严重。皇太子的废黜更加剧了皇八子允嗣谋取皇位的隐信。就在这个时候，以皇八子允嗣为核心的八阿哥党积极钻营，精心谋划，为夺取皇位做好准备。一时间，众多皇子勾心斗角，纷争愈演愈烈。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隐于幕后的皇四子胤禛，表面完全按照康熙帝的意图行事，令其他皇子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同时也得到了康熙的信任。以皇四子胤禛为核心的四阿哥党也在逐渐形成。面对皇子之间激烈的储位争夺，垂暮的康熙因愤怒过度而大病一场，但此时的他似乎已经无力扭转这场明争暗斗的储位大战。八阿哥允嗣有才有德，聪明能干，联系广泛，深得众心，所以康熙也曾经考虑过是不是立八阿哥做皇太子。有一次康熙呢想征询大臣们的意思，这朝廷大臣呢也察觉到康熙对皇八子印象比较好，大学士马齐等人分别写了一个意见到了康熙那儿，就是希望立皇八子做太子。这一下就帮了允嗣的倒忙。康熙一看废除了一个太子党，这不又形成了一个八子皇八子党了吗？这个时候大阿哥呢也出来了。一天呢，大阿哥就看看康熙说要是立八阿哥做皇太子的话，我尽心了来辅助。康熙一听这话就火了，你这不是要成一个八阿哥党吗？就训斥大阿哥，要把他囚禁起来。八阿哥就求饶，康熙呢要把八阿哥锁禁起来。这时候是十四阿哥允提就跪着求康熙啊，求他的父皇啊息怒啊，不要这样。康熙就更火了，拔出佩刀就要杀了允嗣，要杀皇八子。这时候五阿哥呢就赶紧的抱着康熙的腿苦苦的哀求啊，皇父息怒。其他的众阿哥一片跪在地下哀求，康熙才把佩刀收起来，命令把八阿哥拉出去鞭打允嗣，然后把他锁禁起来。这康熙一看啊，是太子党废除了之后又出了个八阿哥党，还是要立太子啊，立谁呢？还是立允仁吧。接着就把允仁又复立为皇太子，结果斗争也还是很激烈。康熙一看不行啊，到康熙五十一年第二次又把皇太子允嗣又废了。所以康熙这个皇太子啊是两立两废，皇太子党皇八子党斗争的结果呢两败俱伤。这就引出皇四子党，皇四子党的核心呢就是胤禛、雍亲王，就后来的雍正。雍正啊没有参加太子党，也没有参加八阿哥党，他的弟弟十四阿哥
参加了黄八子党，他对他弟弟既不支持也不干预，他对黄八子党既不依附也不反对。雍亲王啊，韬晦自己，不露声色，把自己想谋取储位的这个内心的想法掩盖起来。雍亲王根据他自己的理念，根据兄弟之间争夺皇位斗争的教训，根据他幕僚们对他们参谋的意见，他总结了四条。第一，叫诚孝皇父。将来雍正是不是继承皇位，他可以不可以做皇太子，关键是他父亲呢，得讨好他父亲呢。怎么讨好父亲？两个字啊，诚孝，对父亲要忠诚，要孝顺。果然这招很灵，因为雍亲王一直实行诚孝皇父的这个策略，深得他父亲的喜欢。第二，友爱兄弟。雍亲王的兄弟很多呀，得罪了哪一个，那个兄弟到他父皇那儿给他揍一本，他也吃不消啊。哎，所以他的原则呢，就是友爱兄弟，讨好各个兄弟。第三，勤慎敬业。父亲交给他很多事情要办，第一要勤，认真来做；第二要慎，谨慎来做，别做坏了，争取每一件事情都做成功、做好，让他父亲满意。第四啊，借机用人。雍正这个人啊，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康熙多次批评。雍正呢，就想法来陶冶自己的性格，约束自己的这个脾气，所以他把他父亲教导他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约束自己。他的真实意图啊，是不声不响的，一步一步的夺取皇位。到了康熙晚年，储位未定，康熙预感到他身后他的儿子之间要有一场厮杀。康熙自己说啊，将来我百年之后，至于乾清宫啊，就把我放在乾清宫那儿，听师在乾清宫那儿，尔等就你们束甲相争耳。这里面说了一个历史典故，就是当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啊。齐桓公死了之后，他五个儿子争位。齐桓公听了诗还没入殓呢，五个儿子就争起来了。有的儿子在尸体旁边哭泣呢，有的儿子就拿着箭射他那个兄弟。他兄弟一看有箭射来就躲呀，躲到尸体的下面呢，那个箭呢就射到齐桓公的尸体上。由齐桓公尸体旁边的争斗一直打到停尸房的外面，
把门锁起来。齐桓公死了之后啊，67天没有发丧啊，也没有入殓，尸体腐烂了，那个蛆啊从窗户里面爬出来。康熙引的这个典故啊，就是齐桓公的典故，说将来他尸体停在乾清宫啊，尔等数甲伤征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内心是很悲苦的，作为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君主，没有处理好他的接班人的问题，晚年发生了一个历史的悲剧。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就故去了。雍正继位的前奏呢，也就结束了，开始了雍正继位的议案。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突然辞世。由于他在垂暮之年并没有指定皇位的继承人选，因而皇位继承问题就成为他身后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后，雍正的继位虽然截住了纠葛于皇室内部和众朝臣之间争夺储位的政治斗争，但他的继位却也成为困扰着后世的一个历史谜团。雍正究竟是合法继位还是篡夺皇位？他是否真的篡改遗诏成就自己的野心？这些成为后世对雍正继位一案争议的焦点。雍正继位的一案，从他继位那天开始到现在，282年没有停。我概括了一下，有3种不同的说法。第一，遗诏继位说，就是遵照康熙遗诏，雍正继位，这就是合法继位。主张这一说法的有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雍正表现比较好，深得康熙的信赖。怎么证明呢？就康熙61年病重的时候，派雍正带他到天坛祭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康熙把这么大的事情派雍正亲自带他去祭天，意思将来可能让他继位。第二个理由，就是康熙临死这天，康熙61年11月13日早上寅时，大约4点钟左右吧，康熙把他7个儿子和尚书隆科多招到畅春园御他的前面，康熙向他们宣布了谕旨，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正公，必能克成大统，祝继朕登基，继皇帝位。康熙口谕啊，很明确啊。第三个理由，就是康熙遗诏。康熙死了留了一个遗诏，遗诏很长，最后关键的话和刚才说的一样。根据这3点理由，所以一些学者认为雍正
是根据康熙的遗诏继位，是合法继位，那就不存在一案了。另外一些学者不同意。第二，改诏篡位说，就是说雍正篡改康熙遗诏，篡夺皇位，那就不合法了。这种意见也有理由。第一个理由，康熙让雍亲王代他天坛祭天，不能证明把皇位让他继承啊。那你说国治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军事了，那他派他皇十四的阮籍做复原大将军，按照这个逻辑，那也是让阮籍来继承皇位啊，说这个理由不成立。第二，刚才说那个康熙临终前那个口谕，宣读口谕的时候啊，雍正没在场，因为雍正在天坛那个斋戒所要祭天，所以雍正没在场。但是就在这一天，雍亲王三次奉诏到畅春园见他父亲。上午8点左右，第一次见到他父亲，清圣祖师里有记载啊。康熙给雍亲王说朕病逝日真，就是说我的病的情况逐渐渐好。那这说明康熙这时候还不糊涂，还能说话。但是为什么没有告诉雍正说你将来继我的位啊？比如说康熙保密，他跟他七个儿子和尚书隆科多都说了，怎么会跟继承人保密啊？不可能啊。所以这些学者就说，康熙的这个遗旨，这个谕旨是伪造的。第三，就刚才说那个康熙遗诏，在康熙54年的时候啊，康熙颁布一个诏书，很长。最后康熙说此谕已备10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现在看到了这个康熙的遗诏，基本上是这个谕旨的文字，但有也不同，就是最后加了一句话，就我们刚才说那句话，就是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孝正恭，必能克生大统，祝继朕登基，继皇帝位。这些学者就提出来啊，你这个康熙遗诏应该是康熙死之前就做了，他要同意呀。可是康熙死的时候没有宣布这个，康熙13号故去的，你16号才拿出来啊，那就中间你雍正做的手脚了。第四，雍正知道他继承皇位，不是因为他看到诏书，不是因为他看到遗诏，也不是因为他亲耳听到他父亲的口谕，他自己说，啊，是舅舅隆科多口传给他的。在帝制时代啊，谁继承皇位是第一等大事，这么重大的事情，隆科多没有当着朱大臣的面，
也没有当着朱皇子的面宣布康熙的遗诏，单独跟雍正一个人说，没有旁证啊。第五，康熙死了之后，北京城九门戒严，亲王和皇子没有雍正的谕旨，任何人不许进入皇宫。就是康熙的儿子到皇宫里吊唁他父亲的资格都受到了限制。所以这些学者说明雍正这样做说明他有鬼。第六，皇十四子允祺，福原大将军在西北，得到他父亲故去之后，急忙到北京奔丧。快到北京的时候，胤禛就奏报说，我仙鹤新君登基，还是先吊唁皇父。在里呀，雍正怎么答复的呢？让他不能进城啊，让他到宗化景陵去守着。后来就把他的胞弟皇十四子允祺从东陵弄到景山的寿皇殿囚禁起来。你要正大光明的继承皇位，用不着这样子。他父亲正是有遗诏啊，哪个兄弟敢抗拒？不可能。第七，雍正死了之后，他不埋在东陵，他埋在西陵。有人说，为什么雍正他不敢埋在清东陵呢？就是怕死了之后，他的灵魂不敢见他的祖父顺治和父亲康熙。第八，他继承皇位之后，大对他的兄和弟进行了处理，从侧面说明他可能得位不正。第九，他继位之后，把帮助他继位出力最大的两个人，年羹尧和隆科多，都给杀了，杀人灭口，说明他得位不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了。总之，改诏篡位说，就认为雍正篡改了康熙遗诏，篡夺了皇位。雍正登上皇帝宝座之前和之后，在对兄弟和近臣的态度上，表现出两种性格、两张面孔和两副心肠。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后人认为他得位不正。民间一直盛行种种说法，有人说他篡夺了十四弟允祺的皇位，也有人说他更改了康熙的遗诏。这些传说使雍正的继位更加扑朔迷离。在这里面，我附带交代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雍正多嫡说。大家知道清朝皇位继承没有采取嫡长制，康熙晚年特别是他故去之前也没有立嫡，就没有立嫡长子做皇太子。既然清朝没有嫡长制，
康熙晚年也没有立嫡作为皇太子，那么雍正何嫡之可夺呀？所以雍正夺嫡说呢就不成立了。第二，关于雍正篡位说，雍正篡位说，篡位必然有一个人他是太子，或者他继承皇位，雍正把他夺过来算篡。那么雍正篡位篡谁的位啊？现在找不出材料的说康熙立了谁做太子，死之前啊，所以说雍正篡位说也还值得研究的，他篡谁的位啊？那有人就说了，篡这个皇十四子的位。康熙晚年呢，啊，他这个遗诏说是传位十四子，雍正把那十字改成余字了，啊，这等于篡了他弟弟位，十四子的位。嗯，大家看是这样的啊，传位十四子，那就把他改了。十字上头加一横，底下加一勾，就不得传位于四子，就传位雍正了。好多的书，好多的故事、野史，哎，都这么说。这个事情啊，经不住推敲。为什么说经不住推敲呢？第一点，当时啊，这个余字啊，它是写繁体字的，我们今天写简体字，繁体字的余呢是这么写，那这个十字要改成余字就不大容易了。这是一。第二呢，清朝当时的行文的习惯，它称作皇十四子，皇四子前头有个皇字，如果改的话呢，那就变成传位于皇于四子，就不通了。还有第三，当时传位的诏书啊是满汉两种，满文和汉文两种。汉文你说把十字改成余字也还有一点意思，那你把满文的改就没法改了。根据这三点理由呢，就说康熙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是不成立。所以呀，这282年以来呀，是几种意见交错，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你说篡改了，似乎也拿不出非常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所以就产生了第三种意见，就是无诏夺位说，就是康熙死之前很难说有明确的有康熙诏。没有明确，那么这个皇位呢谁继承呢也没有明确，那兄弟之间争夺，雍亲王在他兄弟35个之间，经过长期的斗争，最后夺取了皇位。怎么算合法，怎么算不合法，都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谁做了皇帝，对他兄弟这个集团可能有利，另外一个集团可能不利，但是对于整个满族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历史发展来说，主要看谁做了皇帝之后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
这是评判历史人物的主要的标准。但是呢，282年以来，这个问题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出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所以雍正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历史的疑案。但是雍正继位的疑案并没有因为他继位这问题就结束了，所以雍正继位之后，雍正继位的疑案还继续有余波。雍正登基之后，编撰了《大义觉民录》一书，颁行天下，对自己篡夺皇位的种种说法进行辩解。然而，事与愿违，弄巧成拙，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却给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曲折生动的历史故事。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清十二帝一案之雍正》。自然的神功，人类沧桑，感受神奇，关注文明的历程。百家讲坛力邀知名学者导游文明的驻足地。